送给快奔五的我们句句扎心。快奔五的我们还记得多久没和父母在一起吃饭了吗？还记得多久没有对着镜子微笑了吗？是啊，回首往昔，我们都已经奔五了，马上要告别适时的末班车了，告别了以前的光辉岁月，历经了种种磨难，也尝尽了酸甜苦辣，由不得我们感叹，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。现在的我们肩上扛着家庭的重担，上面有老人需要照顾，下面有孩子需要教育，有时候也是力不从心。生活中的种种压力让我们变得寡言少语，社会的飞速发展让我们碰到了很多的挫折和无奈。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，做过的错事不可能重新来过，只能一路向前，埋头苦干。现在的我们觉得小人往往得志，老实人往往吃亏，让我们忽然迷失了自己。大多数人为了金钱权力违背了道德，背叛了良心，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，让人感慨万千。现在的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坚持，让家里人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。但是这样背后的辛酸与艰辛，谁又能理解？没人能体会心中的苦与痛，只有自己深夜自己慢慢体会，心疼自己。然而眼下的路我们还要继续前行，我们要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坚强地走下去，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，永不服输，充满希望地前行着。我相信前途必然一片光明，加油吧奔五的我们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，心存大爱，永不言弃。